第一个训练就是他那个必死不反啊，对啊，你还是用手摸，是用手摸，第一个是当时的状态怎么样？伸出个手，我手平着这边嘛，你自己转，可以连熬，不过你怎么牵的？那明明背对着地，当然要前头漂浮容易，转又转动，对。如果你打对方，我真的手大了，你打不起来，对呀、啊。可是你偏，你是你自己偏了，你不是偏到我，你该打的地方，你会这样子，连我打不起来，我偏，我偏，你自己就偏，我偏是有效的，对，像现在啊，那个电话。感觉你们拍只知道，拍也没有什么用的。真的。